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咁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一早就来到呢度啊！希望大家帮下手，点赞、订阅同分享。咁啊，有你的帮助咧，先至可以即系处理到我面对紧嘅一啲问题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嗱，咁啊，而家讲下当年今日先。咁今日咧就2023年9月16日。咁当年今日呢就发生咗一单好惨嘅事，其实我之前都未听过呢单嘢。呢单嘢呢就发生喺东北。咁嗰陣时呢就叫做伪满洲国奉天省抚顺县。咁佢呢单嘢呢就係咩呢，因为呢单嘢呢就係日本仔呢就屠杀呢个平顶山村同埋周边村庄里面嘅平民。咁啊，即係日本仔點解會咁樣做呢？嗱，而家講個背景先，因為呢個抚顺呢個地方呢就好多煤炭嘅。咁開採呢個煤炭呢就有成千年歷史嘅。不過跟住呢清朝又搞咗啲禁邊政策啦，就冇得掘呢個煤嘅。咁好啦，咁去到1901年嘅時候呢，呢、這個清政府咧就同意，喂，你哋開翻煤礦啦咁樣。嗱，件慘案咧就發生喺1932年嘅，即係佢哋同意翻開煤礦就31年之後咧，就即係呢個日本仔咧就殺咗好多即係中國人。嗱，呢個唔係話要煽動大家仇日定乜嘢，而家講翻個歷史啫啊。但係咧嗱，即係。呢、这個清政府會俾人開礦啦，咁但係4年之後咧，其實嗰個開礦嘅採礦權咧已經俾俄羅斯攞咗嘅。咁好啦，咁之後咧，日本仔同俄羅斯啊打日俄戰爭啦。咁根據之前有講過啦，之前當年今日有講過咧，就係呢個珀茨茅夫和約。嗱，其實呢個咧就係美國斡船之下簽嘅。咁个情况咧就系呢个东青铁路嘅厂房咧就全部归咗去日本嗰度，嗱呢啲全部都系应该中国嘢嚟嘅，不过归咗俾日本呢个权益。咁跟住咧，日本政府咧就话呢个煤矿同铁路相关啊，有关系噶我哋，咁咧就占 Q 咗个煤矿，那个煤矿咧就俾咗日本仔管啦。嗱咁之后咧，日本咧就搞咗呢个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咁咧就1907年嘅時候整嘅，咁啊撥咗呢個煤礦咧就俾呢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管，咁跟住咧就不斷開採呢個喺抚顺嘅煤礦啦。咁但係日本人咧，即係你諗下，即係佢二戰之後咧，其實佢都好多咩工業意外啊嗰啲嘢，咁你諗下佢會唔會即係保護下你啲中國人嘅工作安全咧？佢唔會嘅。嗱，即係佢個煤礦咧就冇咩安全政策嘅，仲有個勞動環境咧就梗係立 L 殺到不堪啦。咁啊，去掘煤嗰啲中國人嘅生命安全咧就得唔到保障啊！呢個係必然嘅。咁啊，日本仔控制呢個煤礦咧就成日都有安全事故。嗱，咁喺1907年到。即係呢個大屠殺發生之前嘅一年，1931年咧，至少啊都有10000個中國礦工咧，就係因為煤礦出事咧就死嘅。嗱咁好啦，咁喺抚顺地區嗱，當然啦，即係喺呢個918事變之後啊，咁啊東北就會有組織啊東北抗日義勇軍。嗱，咁去到1932年就其實有個滿洲國就成立咗啦。咁尋日當年尋日啊，我哋嘅節目都有講啊，日本仔就正式承認呢個滿洲國嘅。咁好啦，去到當年今日咧，咁啊點解會去殺人咧？嗱，因為其實喺當年7月嘅時候咧，呢、這個抚顺嘅抗日活動咧就開始活躍。嗱，咁喺当年今日呢单惨案发生嘅前两个礼拜里边咧，日军同呢个抗日义勇军咧就多次战斗，咁啊4个日本仔咧就战死咗，啊日本
軍隊啦，應該咁講，日本士兵啦，咁啊戰 Q 死咗。嗱，咁去到即係呢個即係呢個日本守軍嗰個偵察部隊喺大東河或者叫大東州啦，咁咧就俾呢個義勇軍襲擊，咁日本仔咧就一個人戰死，跟住之後咧失蹤，不過跟住揾翻條屍嘅。咁日本仔咧就為咗報復咧，就燒咗成條大東家村隔離嘅，唔關事嘅，就燒 Q 咗人哋條村嘅，可以係嗱。咁去到即係1932年嘅九月啊，咁呢個李春潤啊揸 fit 嘅自衛軍十一路軍咧，就決定咧就向呢個抚顺就進攻。嗱，咁喺1932年九月15日嘅夜晚咧，遼寧民眾自衛十一路軍又叫大刀隊，就兵分三路咧就去打呢個抚顺，就喺平頂山栗子沟老虎台嗰啲地方咧就燒咗日本工廠。咁燒日本工廠之外，仲燒咗日軍嘅無線電台，同埋佢嗰啲燈房同埋汽油庫。咁咧就搞到呢個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咧就個煤礦啊停電停產。咁去到九月嘅16日嗱，1932年啦，而家都係講緊。咁咧即係呢個遼寧民眾自衛隊咧就喺抚顺城區撤離。咁啊，義勇軍對抚顺嘅襲擊，因為戰術咧就唔係幾好，咁啊冇辦法成功啦，當然。咁但係咧，亦都做到呢個日本就嗰個叫做楊柏堡彩炭所所長道邊寬一在內五個人死亡，咁啊仲有四個人受傷嘅，咁亦都破壞咗礦區嘅重要設施。嗱，咁喺遼寧民眾自衛隊撤出呢個市區幾個鐘之後咧，駐抚顺嘅日軍同埋當地官員咧，咁啊冇辦法啦，緊急會議睇下發生咩事，咁啊對呢個抚顺襲擊事件睇下點樣處理啦。嗱，咁呢個村上征一同埋小川一郎仲有其他人咧，都認為喂呢、這個自衛軍啊，經過平頂山村同埋千金堡村，村民咧就冇通報俾日本政府聽，冇通報俾日本政府聽，屬於咩行為呢？呢個行為咧喺當時咧就叫做通匪。咁通匪係要做咩咧？就係要逃村嘅。咁好啦，咁佢結果咧就日本仔就決定咗平頂山村同埋千金堡村居民咧就要逃曬佢哋，跟住咧亦都決定燒毀咗呢個市郊20華里以內嘅所有村莊，係所有村莊。嗱，咁其實呢啲咧就係殺啲無辜嘅人嘅，嚴格嚟講。不過佢又話你通匪，哦咁即係殺 Q 埋你咯，冇所謂噶。嗱，咁呢個縣長即係佢之後喺戰後法庭佢有供詞嘅。佢喺遊擊隊襲擊事件之後嘅對策會議上邊咧，呢、這個川上大衛咧就主張屠殺居民，咁憲兵隊嘅隊長咧就贊成屠殺居民嘅。其實煤礦方面嗰個負責人叫久保夫和久保夫，同埋呢個煤礦呢、這個即係勞務班長山下滿男咧，其實最初就反對嘅。嗱，因為點解佢反對嘅？好自然嘅，因為佢要管生產嘛。你管生產嘅人咧，就一定唔想殺人嘅。咁好啦，個問題咧就係之後。仲有人是反對的，即是因為院長和當時警察局局長其實覺得喂你都殺了人我還有什麼做啊，即是不可以殺了人的。但是個問題呢就是他們有一班人呢就已經即將這個平頂山村就包圍了，其實就咁點樣殺人呢？嗱，呢個咧日本仔殺人真係離譜嘅。當年今日嘅朝頭早10點，咁喺抚顺嘅日本守備軍同埋憲兵隊咧就198人，咁啊坐咗四架大卡車咧就入咗去平頂山居民區，咁咧就逐家逐户咧就呃佢哋出嚟，
就話佢哋要去川南嘅空地嗰度影相。嗱，其實即係點解要呃佢哋咧？因為如果即係得198個人咧，你即係反抗咧，198個即係守備隊同埋憲兵隊死 Q 硬嘅，所以佢就用嘢嚟呃，用計嚟呃你，話去影相啫。咁影相嘅冇理由會反對啊，影相好小事啊，係咪？咁去到嗰、那個即係川南嗰個空地嘅時候咧。咁小川一郎同埋川上征一就指挥呢个士兵将啲人咧就包围压缩，扑你一架之后咧，压缩完之后咧就用呢个机关枪对人群扫射。咁呢个扫射咧就持续咗一个钟。嗱咁扫射之后唔会死 Q 晒啲人噶嘛，因为你扫射之后，其实即系一定会有人避到嘅。结果咧，日本守备队咧就用呢个刺刀捅死剩低嗰啲幸存者，跟住咧又烧咗平顶山居民区嘅民房800多间。嗱，咁另一种讲法就系点咧？除咗守备队之外咧，仲有啲宪兵啊、警察啊、翻译，嗱翻译嗰啲汉奸嚟啦，有部分系唔系全部啦，有部分系日本人啊，咁啊。同埋一啲煤矿方面嘅防备队咧，都参加咗呢次屠杀。嗱，咁呢个古城子车站助理山下征咧，佢就喺《手记战败地獄苦信》里边呢本书里边写咗，就话：中尉命令防备队嘅人咧，就用机关枪向民众开枪，但由于枪手嘅部下咧都喺人群里面，咁佢就冇执行呢个命令。當時咧就有個傳聞咧，就話嗰個中尉咧係親自射擊嘅，噼里啪啦咁樣射擊。嗱咁朝頭早10点嘅發生嘅事咧，頭先講咗。咁去到晏晝4点，呢個日本仔咧又對平頂山村附近嘅栗家溝同埋千金堡地方進行屠殺。喺兩條村裏邊，因為聽到消息梗係走啦，有200多人咧就冇逃走，冇逃走咧就系老人家同埋妇女同埋幼儿全部杀晒，跟住咧就将千金堡咧1000多间屋咧烧 Q 晒，成个过程咧搞咗4-5个钟嘅。嗱喺沈阳908历史博物馆咧，佢就有展示呢个平顶山惨案遇难者嘅遗骨嘅，其实就哇好 Q 恐怖啊！嗱，咁去到即系当年听日嘅朝头早咧，日本仔咧就将啲死难者嘅尸体就移到山崖底堆起嚟，仲有啲人冇断气，咁有啲就系重伤嘅啫。咁啊，不过都照堆埋落去啲尸体嗰度啦，即系好似九姑娘啊，即系呢、這个《义海豪情》里边咁啊，都系掉落，即系同啲尸体一齐掉埋一齐嘅。咁不过跟住日本仔咧，今次咧就倒咗啲汽油落去，咁烧。咁烧完啲尸之后咧，就将山崖嗰啲石咧就炸落嚟，冚住啲尸骨。跟住咧喺周围咧就贴咗啲铁丝网啊，嗰啲咁嘅嘢咧，就整到人冇得入去。咁即系咧平顶山村咧就彻底摧毁咗。啊！嗱，咁仲有其他事件嘅。嗱，呢单嘢咧就即系都当年今日咧就真系好乸恐怖嘅。我睇到呢啲资料都觉得哇，好乸恐怖，因为啲咁样即系唔乸掂嘅。嗱，咁仲有其他事同时发生。当年今日朝头早咧，就有个三上安美咁啊，见到呢个日本煤矿军人咧，就将几个中国人咧就当佢系可疑人咁啊，怼冧咗佢。跟住嗱，山口淑子呢、這个之后咧就叫李香兰啊，嗰首歌嗰个李香兰啊，咁咧佢目击啊，做佢有目击做目击咧，就系一个日本宪兵咧，就一个中国人咧就绑喺树上边咧就打死佢，真系好乸恐怖啊！吓嗱，咁袭击抚顺嘅呢个辽宁民众自卫队咧，就喺抚顺以东100公里一个新滨嘅地方去嘅，咁所以呢个平顶山周围嘅村落以外咧，日本仔咧仲袭击咗呢个新滨，咁喺新滨嘅周围10几条村咧就放火，咁系差唔多系杀 Q 晒啲居民噶啦，咁咧所以有2万人坑嘅，
咁嗱，日本仔咧就將殺 Q 咗嗰啲人嘅頭咧就斬落嚟，咁啊放喺樹上邊就整個鐵絲網咁樣就公示於眾。但其實平頂山慘案好少講嘅嚇，好少講。不過新濱呢個地方咧，就算你殺人咧，即係日本仔殺咗中國人，中國人你殺一個，仲有千千萬萬嘅中國人。喺新濱嘅抗日運動咧，就繼續如火如荼。咁日本仔咧，同抗日義軍咧，就成日都戰鬥嘅。後來咧，日本仔為咗切斷義軍咧同埋居民嘅聯繫咧，咁咧就將啲居民咧就喺原嚟嘅居住地度驅逐，咁咧就逼佢哋加入嗰個叫集團部落。嗱，逼咗加入咩集團部落，咁日本仔咧就多咗好多農田同埋房產，咁但係中國人咧就冇飯食，咁跟住咧喺新濱縣嗰度咧，其實就有大量嘅萬人坑嘅。嗱，咁遇難人數有幾多？嗱，其實咧啲數字咧就我認為係嚴重低估嘅，嗱，我嘅睇法係嚴重低估嘅，嗱，因為當時中國政府咧，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咧，就用呢個當地居民證言同埋村莊户數同埋人口基礎，佢最初講咧就得3000人遇難，呢個冇乸可能嘅。我話俾你聽啊，呢個數肯定唔啱嘅，因為戰後咧沈陽戰時法庭咧審佢就話咧2800幾人，跟住其他資料就2700幾。嗱，老老實實呢個呢數咧，我都認為係嚴重低估嘅，因為咧中國人有傳統咧就係瞞報呢個户口嘅，一瞞報户口咧就可以交少啲税嘅嘛。啊！即系佢一，所以你话一3000人，我系绝对唔信嘅。呢、這个数咧，绝对系低估嘅。嗱，不过跟住日本仔咧，佢就有啲著作嘅。嗱，即系佢个守备队中队长啊，川上征一嘅亲戚田边敏雄咧，佢嘅著作里边咧，佢就有讲，又话喂，大概系400至800人嘅啫，死嗰啲人。但呢个我系唔乸信啦，绝对系超级低估嘅。嗱，跟住喺日内瓦嘅国际联盟理事会上边咧，中国方面咧就向大会报告嘅遇害人数咧，就是、死者700人，重伤60至70，轻伤咧130。嗱，呢啲数咧，其实我都觉得系过低嘅，即系我系唔乸信啦，嗱，即系幸存者嘅讲法就有10幾人到幾十人，仲有话有130个人系幸存者，但系我认为幸存者就唔会有咁多嘅，嗱。咁究竟即系有几多人咁样？嗱，即系遇难者，我觉得咧就肯定系超过3000人嘅。即系而家不过讲就话3000，但系我认为肯定系唔止嘅。嗱，不过呢个我嘅睇法咧，我冇借其他证据嘅。但系你睇到听到讲咁 Q 惨烈，咁点会得净系得3000幾人咧？嗱，咁即系日本人有冇会道歉呢？咁嗱，其实2009年呢，日本民主党议员团呢就访问中国嘅，咁佢哋呢就向平顶山惨案嘅幸存者呢就发咗封信，咁亦都要求日本政府呢就呢件事道歉。咁日本政府当然冇啦，日本政府系唔会道歉嘅。嗱，咁至于战后审判嗰啲嘢咧，咁有机会我就再讲。嗱，时间嚟到呢度咧，就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就再讲其他嘅话题。咁呢单咧平顶山惨案咧，就真系好乸惨嘅。好啦，休息一阵啊。